新年，在今年是兔年，在我们活动正式开始之前，先祝福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兔年行大运，一年复始，双双报喜，三阳开泰，四事如意，五福临门，六六大顺，吉星高照，八方来财，九转乾坤，十全十美，大家说好不好？谢谢大家热情的一个掌声，借由大家的一个掌声，似乎也把我们的一个新年祝福收在手掌当中了。在新的一年，也祝福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能够宏图大展。在今年，我们看到了，欢迎在场所有的朋友一块来到星光三月台北新一新天地。在今年已经是我们狮王进的活动第十一年的一个时间了，十一，感谢大家一路以来支持着我们，能够让我们在新春的时间来共同感受一下我们传统农历年的欢欣气氛。在连续初二、初三、初四为大家安排了精彩的节目，从下午的2点到3点钟的一个时间，为大家集结以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文化站上世界顶尖的一个高峰的这些优秀的一个团队，其中在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新竹联丰龙狮战鼓团，请给他们热情的掌声鼓励。来自于我们新竹联丰龙狮战鼓团，走遍了大江南北，踩遍了我们世界各地的武术高庄的一个比赛，获得了冠军的一个好成绩。今天在我们年初二就以冠军优秀的一个队伍为大家揭开新年的一个开始，让我们现场掌声欢迎擂鼓战车金拳传。
谢谢我们的新竹联丰龙须这个团。